1:60嘅 Infinity 神啊，鐵甲萬能俠，咁就唔好多講啦，砌佢。好，試下砌。我啲水紋真係好核突，哇！隻眼啊做得好靚啊，呢個透明橙色做咗啲有埋個類似眼珠咁嘅嘢噶。啲水紋真係唔掂，咁一陣間咧，仲要。仲要落去買個電池喎，有啲唔係幾好嘅分母線。個帽亦都啤得唔係太靚，有啲可惜，啲嘢都幾一岩一殘喎。就咁睇咧，佢個帽咧，你又唔可以話佢起得靚。真係有啲岩殘啊！究竟邊個係前邊個後，我都唔知嘅。哇！呢隻嘢如果要打磨，我諗都幾辛苦。呢個係前，大概就係咁。啊，个头都几大，但系啲剪有好多剪位咧，后边呢啲剪位咧，哇，点磨啊，大佬？我睇下呢个朋友号几咁趣致，又大只，但系咧，你望下入边，佢冇盗剑龙噶，有冇搞错啊？即系。你買隻1:100嘅高達啊，都有個 pilot 喺入邊啦，1:60咁大隻，竟然冇咗盜劍龍，有冇搞錯？但系咧，哇，咁大隻嘅朋友號啦，真係唔錯，幾正。但系啲剪位咧係好差，佢完全冇 under 機嘅，即係話咧，你朋友啊磨到你黐線。好，落去啦，朋友號。呢、这个有啲光射出嚟嘅，好落咗去，朋友已经落咗去啦。眼珠咧，唔知道你睇唔睇到咧？佢有啲凹凸位咧，整到好似有个眼珠咁，唔错。但系啲剪位咧，啲水口啊，极差。呢个身咧，多咗呢个身嘅结构。多咗一個可以俾上身有少少喐嘅結構 ，H 字嗰只係冇嘅，咁啊多咗呢個啦，軟膠 cap 啦，真係救命都靠佢啦。咁但係咧，我砌落去，我覺得咧，點解好似簡單過 H 字咁嘅 ？H 字好似仲即係複雜不少少喎。咦，錯咗咁樣？點解咁奇怪？我覺得真係好似簡單個 H 字喎。哇，個身就咁就搞掂噶啦，呢度有少少可以喐啦。哇，但係咁睇啲水紋勁到。
哇，會唔會勁咗少少咧？個水紋，佢呢個膠 cap 咧，算係咁喎，因為佢有一個 click 位嘅。呢、這個膠 cap 咧，唔知睇唔睇到咧？佢係有個齒輪喺入邊嘅，咁你套咗落去咧，佢就會 cl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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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 click 住，就唔使怕咧，即係會滑牙。但係咧，始終都係膠 cap 咧。所以你整下整下搞得耐咧，可能都一樣係會有少鬆。不過咧，你唔好好快嚟，呢個可唔可以前後啦？棘住啦喺度，棘住啊！咁你就唔好太過快手，咁就應該冇問題嘅。呢個係咁樣套落去。大概是这样啦，咁呢个套埋落去呢度，哇，几鬼大，加埋呢个你睇，哇，真系，哇，哇，呢个身真系好鬼大啊，高热火焰，高热火焰砌嗰阵咧，入边嗰啲如果有尘咧。入面清咗佢先，外面唔紧要，入面清咗佢先。哇！同埋咧，砌呢个最好咧，即系戴住个手套啦。如果唔系咧，整咗啲手指模落去就唔好啦。呢个就系个灯，但系我去到即系靠呢、這个，应该喺个身入面有电池啩，定系点咧？个灯系。啲光系开呢度啦，然后就吸个头上去啦，即系好似 Hot Toys Iron Man 咁啦，咁样着啦。咁但系去到依家咧，我都仲未见到嗰个电嘅组件喎。咁啊，电池我啊买咗噶啦，其实啱啱之前啊落去买咗，佢系要用呢个 LR41，要用两只嘅，两粒 LR41，好似唔知两粒都系几蚊嘅啫，好平。哇！我身你睇下，大到哇！但系啲水口位真系好攞命，真系好攞命。呢、這个磨咧都好，呢、這个磨都磨得好辛苦啊！要。哇！呢、這个点磨啊，都好多呢位置。嗱，个身咧侧边呢啲位咧就好过 H Z 嘅，好过 H Z， 即系多咗少少 detail 啦，少少啦。但系因为成只都冇 under 机咧，你砌起上嚟咧都，你磨嘅时候都几麻烦。多咗啊，呢、這个多咗个身嘅少少啦，真系唔多啊，啲咁多嘅啫。阴公，咁咧呢个就砌上去啦。呢、這个就咁样棘住喺度啦，呢、這个就再咁样扣上去，咁样嘅。我依家就唔整佢住啦，因为我想睇下，将佢整实啲先，费事一阵间个身夹唔实咧，你呢个位整咗落去咧，咁再想咁样揿实佢嘅时候咧，跟住会整爆，所以就唔整住啦呢个位。搞掂，我最初以为个高热火焰咧系可以。少少向前後喐，即係就一就隻手咯。但係原來係唔得嘅。啊，嗱、這個空位可能就係咧入電都未頂啊呢個位。好，試下塞埋個頭落去先。哇！好似好得咁啊，條頸咧睇多咗啲一啲 detail 嘅，好似好得咁。咁啊，繼續砌啦。哇！睇下呢个膊头嘅装，大到咧，大到真系癫咗。我发觉咧，原来所有呢啲胶 cap 咧，所有喺
所以在關節度都會有嘅膠 cap 咧，係全部都做曬呢、這個嗰啲狗牙嘅 click 嘅，有 click 嘅，全部都有 click 嘅，咁咧就好好使啦，咁就好好使啦。呢、這個膊頭，呢、這個膊頭咧有極度嚴重嘅水位，好嚴重嘅。磨嘅時候咧，亦都相當困難。我相信到時，仲有咧，我唔知道你見唔見到啦。哇 ，band 低真係搞咩咧？睇你睇唔睇到？呢、這個黑色面咧，哇，花到阿媽都唔認得嘅，包咗喺膠袋度花你啦。如果你唔係噴油嘅話咧，咁你係大件事嘅，你就全部都睇曬出嚟。唉，14000嘅呢個膊頭係喎，呢、這個膊頭又係激死你嘅。吸唔到嘅，呢个膊头咧，144嗰个咧就好啲嘅，144嗰个咧即系细版 H G 啦，佢呢个位咧，我攞另外一个俾大家睇啊，佢呢个位咧基本上系一个圆形嚟嘅。即是你吸埋落去之后，两个拍埋，加埋呢个即系一个圆形，你可以咁样成个打磨。呢、這个唔得，呢、這个咧佢有少吸位，有少凹咗入去，即系你要分开磨。咁但系分开磨咧又比较危险嘅，即系老鼠仔又系啦，老鼠仔一样啦，系有晒嗰啲老鼠仔嗰啲胶 cap 咧，全部都系有晒 click 噶啦。嗱，呢个老鼠仔做得差啦。咦，又似嚟，见唔见到 ？H G 版咧系好过佢嘅，点解咧 ？H G 版咧，佢系冇夹口嘅，佢只不过系有分母线同埋有水位，咁你磨咗佢系冇问题嘅，因为佢因为 H G 版咧个剪喺呢度劏开嘅，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剪系劏开嘅，咁你拍落系咪得咯？呢个咧真系难度嘅，咁样拍埋咁大条夹口，大佬。我想我点啊？14000英镑喎，唉，进展顺利，呢、這个件睇落咧又好似呢啲真系其实同呢个 H G 咧真系一鬼样喎。呢啲全部都咧都颇实嘅，如果一阵间咧有咩依喐濑咗嘢咧，系攞唔翻出嚟嘅。咁啊，好彩咧，佢就好多胶 cap 嘅，所有关节都全部都胶 cap， 咁咧其实都几紧嘅，你都唔使惊佢会松。呢塊嘢咧就有啲揾笨，佢其實可以俾你咁樣攝喺呢個位啦，哎呀，攝喺呢個位啦，咁呢度插嗰把刀啦。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咧，佢冇軟膠，就咁膠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咁樣拍咗落呢度拍咗落去咧，其實你都幾難拎得翻出嚟。特別係如果你上咗色咧，仲大鑊啊！呢度。你上咗色真系我都唔知点攞出嚟嘅，应该攞出嚟有花。嗱呢啲位咧就同个 HG 系一样嘅。咁咧个老鼠仔咧就唔跟 HG 啦，多咗一个夹口啦，好明显啦。咁但系呢个前臂咧佢又有个改善，佢嘅前臂前面呢度你见到啲位咧其实同 HG 个砌法系一样。咁但系咧后边咧，本来左右系夹口嚟嘅，呢两个件系咁样有夹口，佢依家就啤多一个俾你。
咁咧就隱藏咗啦。嗱，咁即系话咧，成只嘢咧，你打磨得靓靓嘅话咧，佢系冇夹口嘅。不过啲水口位咧就好严重嘅，好粗糙，好严重，好攞命嘅。你要磨咧，有排你磨。即系咧，你改善咗个前臂嘅夹口系好嘅。咁但系你老鼠仔咁样劏一刀，萬三yen啊！咁你都唔做俾我，咁个拳头都好似咧系有啲改善嘅。其实个拳头咧就都系咁样上下夹啦 ，HG 都系咁啦。咁但系佢又分多一个俾你，咁样吸落去。啊 ，HG 又冇嘅咧 ，HG 好似冇嘅，我都唔系好记得啦。咁呢个咧就系嗰个嗱，呢个又系衰嘅，呢个就系嗰个波灾啦。呢一版，依、这个又系嗰个波灾，咁啊嗰个波灾咧有衰嘅，衰咩咧？又系得一个啫，即系话咧，你换拳头咧，你就要掹咗佢出嚟去换嘅，即系换佢有拳头啊，一个手掌啦，冇啦，系咁多咯，同 HG 系一样。这个、呢个咧都要几大失害嘅，你要听，你要听个啪一声先系，咁先搞掂嘅。改善前臂，老鼠仔退步，哇！将三个接合埋一齐啦，哇！我真系一见到呢条咁嘅分母线，无言，因为佢落咗胶 cap 咧，所以系要几用力拍落去，呢个咁样啦，搞掂啦，喺呢个位呢个窿啦。有 click 啦，呢个位置都有 click 嘅，一样 click 噶，所以好紧噶。可动性咧就同 HG 一样啦，前面呢个会喐啦，呢、这个咁样会喐啦。呢、这个关节咧都有 click 嘅，入边嘅都有嘅，即系双 click、double click， 咁样嘅。是不是好似好过 HG 咧？不过你看到咧，偷胶偷到咧，点知有个窿，呢个系个窿。即系你有心机嘅话咧，你咪揾个笔底啊之类嗰啲乜嘢啦，唔系笔底嗰啲叫咩啊？我唔记得咗嗰啲叫咩啦，补咗佢啦，屈到咁尽都唔错。全部有 click， 全部有 click 嘅，理论上就唔会惊佢会手软脚软嘅，呢、这个就冇 click， 但系都 OK 嘅 ，OK 啦。不过呢度啊，呢啲花咗啦，其他呢啲花到九彩啦，有啲软色，好啦。渐入佳境，已经砌到咧嚟个等度啦。嗱，呢个又系新嘅结构啦，叫做有啲叫做有啲诚意啦。呢、这个咁样个提升就可以，即系你脚可以提得好高啦，唔错。不过咧 ，ABS 磨 ABS 我都讲过啦。是很危险的，即是很容易会蚀的。越来越接近完成啊！我这个脚，都砌得几快。这个位置呢又是缩小的时候就靓一点的。夹口唔处理嘅话，依家放落咁大咧，呢啲位咧又真系要磨。但系个问题，佢个两个拍埋咗之后太紧啦，你拍埋咗之后先磨咧，你可能拆唔翻出嚟，相当麻烦。呢度啦，又系上晒胶 cap 啦，两个位
呢個又係有少少改動嘅，呢、這個關節呢、這個部分基本上都一樣噶啦，咁啊多咗啲嚿嘢。咁呢個咧大髀咧又縮骨啦，大髀之前咧係咁樣，呢度咧前面就再呢一塊嘢咧，呢一塊咧係獨立嘅。咁佢依家咧就冇咗，之前嗰個係呢個件係成嚿一件個啤出嚟嘅。然後前面呢度冚呢一塊落去，依家咧就冇咗啦，變咗點咧？左前後夾埋，佢就做咗呢個咁嘅位置，就俾你隱藏。咁但係咧，你都要磨嘅，你個水位都要磨嘅。咁我都明嘅，你咁大件件，如果你咁樣一個啤出嚟三面冇咧，都好金嘅。咁佢咁分我都可以理解嘅，但系呢個位置如果獨立可以分到出嚟就更加好嘅，因為其實 你分咗件出嚟嘅話咧，你會發覺你係個層次會多咗嘅，好明顯你會見到嘅。依家咧就差少少啦，咁但係佢後邊呢個咁嘅夾位咧都靚嘅，呢個位置都 OK 嘅。都準的，但是通常這些這麼邊的位置你要打磨呢就麻煩的，即是稍一不慎就磨完了個邊，這個堆上去，哇，開始都接近完成了。好，砌埋這個，哇，這個呢它也有些改善，其實它的組合方法呢就跟舊的 HG 是一樣的，但是它背後呢 HG 呢好像是一條線的，很明顯的。今次它又做了這些這些吸位分開它，加了一些線條，看下去呢就順眼一點，即是隔口呢就會不見了的。咁啊唔見咗噶啦，不過呢啲咧都係要磨嘅，呢啲咁邊位要磨咧，其實係幾麻煩。咁咧呢一個一樣啦，同舊嗰只 HG 係一樣啦，插埋落去。我呢啲拍咗落去咧，你都唔知點攞翻佢出嚟。嗱，咁呢啲水位咧，呢啲位好明顯嘅。同埋呢啲咧磨咧又要小心嘅，成日都磨歪，我都磨歪嘅。篤埋呢個入去，哇！咁樣，喂，有分前後嘅呢個，哇！咁啊搞掂啦，幾大碌！我砌埋个脚板先，好，脚板，哇！所有呢啲落晒呢啲 cap 咧，真系好鬼紧，哇！好鬼紧啊！呢、這個組合方法咧，又係 HG 嘅方法嚟嘅 ，HG 都係咁嘅。你砌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心急啦，睇清楚，落曬啲 cap 先，因為咁鬼緊咧，如果你一時之間錯手拍埋咗，然後唔記得落個 cap 咧。咁啊冇噶啦，咁就玩完噶。因為你真係攞唔翻出嚟嘅。哇！佢嗰啲係空心柱，再篤落空心柱度。哇！你睇下，緊到咁樣，點拆翻出嚟啊？嗱，呢個又係啦，同 HG 係一樣嘅。
咁啊搞掂啦。嗱，前後可動性好似好低咁，咁啊搞掂噶咯。咁啊懟埋落去，哇哇，手都軟啊！嗱，呢碌腳犀利啊！你睇佢可動性，後咧係冇嘅，唔知點解冇嘅，可能係驚住即係你有對翼嘅時候咧太重，所以佢就俾咗呢個你咯，俾你咁樣擺喺度咯，咁樣咁咪唔會跌咯。但係你唔會擺呢個嘢咁肉酸，即係你話呢個啤透明都仲話係嘛？同埋你會整翻呢啲位嘅嘛？如果啲噴都有前邊咧。少少嘅啫，但因为啲夹顶住，左右都系咁少嘅啫。其实佢个可动范围咧，哇！咩事？其实佢个可动范围系比 HG 咧 ，HG 好似细，好似少，即系差少少。因为 HG 我觉得好似上下两个波桩嘅，咁呢个就唔系嘅。咁啲膝头哥咧都系少噶啦，咁嘅啫，冇噶啦，就系咁噶。但系就真系好鬼紧嘅，不过你唔知道你见呢呢个位啊，哇！呢啲水纹劲多啊，好丑恶嘅。但系你有冇睇呢碌嘢喎？你咁睇可能你唔觉个 size 喎。其实我啱啱度过咧，净系呢一只脚咁样嘅呢个咁嘅长度啊，已经系一只 PG RX 七廿八嘅高度啦，争少少嘅啫。PG RX 七廿八咧可能高。几 mm 到啦，真系几 mm 嘅啫，或者唔过一个 cm 咯。呢只脚咧已经系一只 PG 咁高噶啦，哇！你加埋个身，仲得了嘅咪？哇！历史性嘅时刻已经到啦，就系咧组合啦。哇！哇！做乜落声？呢個是新的設計，有個膠夾，哇哇哇，為什麼有click都好像頂不住，少少頂得住啦。唔通我未拱到准，拱到准噶咯？哇，都几重喎、啊！好，跟住咧，呢个已经做咗少少啦，咁啊怼埋只手落去啦。啊，佢呢个膊头咧，佢可以前后啦，可以咁样拧啦。但系呢个咧系冇得咁样上下喐嘅，佢冇嘅。我怀疑佢系防住，即系只手重嗰头啦。哇！哇！哇！冇命啊！手都软啊！出晒镜啊！已经黐线，唉，怼埋落去，哇，好实，睇唔到，大佬，黐线。睇唔到，哎呀，棘住啊！黐线嘅点算啊？点拍我？大佬咁样，后边呢个咧，一阵间系要砌电嘅，先再呢个拍落去嘅，咁啊未砌啦，咁同埋个飞机啦，咁但系呢个有啲顶唔住喎，呢个位真系太重喎，你有。
即係有膠夾加撳緊嗰陣時，再加埋 click 都頂唔住嗰少少，唔怪得知咧佢要俾個咁嘢。不過呢個嘢冇用啦，如果呢度軟嘅話，你加咗喺腳度都冇用噶，都向後撲噶，死啦！整埋到翼之後會唔會太重咧？哇！你睇下幾堅，哇！唉，好震撼。Bandai LED 咧出咗名嘅渣嘅，咁我這個呢个咧最早入咗电入去啦，入边入两个电啦 ，LR41 啦，啊佢唔着嘅。咁如果你有呢个情况，你点咧？好简单嘅啫，佢入边咧其实有两块铜片嘅，佢揿得太低啦，你揾啲嘢咧撩翻起个铜片，两边都系撩高佢，嗰边又撩高佢。咁入翻粒电，上咗个螺丝咧，咁佢系着噶啦。呢个咧就咁样，咁样螺丝喺呢边，开关喺呢度，咁样，跟住咧就再笃落背脊呢嚿嘢度。哎呀，笃落呢嚿嘢度。咁样，跟住咧就开咗佢，开咗油灯啦。好啦，咁我睇下咧得唔得啦？咁你见到咧对眼咧系着咗灯嘅，系着咗灯嘅。不过咧依家系，因为依家已经系第二朝啦。第二日啦，唔系第二朝啊，咁咧就唔系好见到，因为日头嘛，有阳光，咁但系咧都着嘅。好，最后埋尾，哇，搞咗我十分钟先搞得啱对翼，跟住呢个就咁样。黐咗線啊！真係，跟住依個咁樣排，希望唔好有錯啦，錯咗咧拆唔翻嘅。哇！呢、這個黃色膠咧，啊，佢好似啤到有少少啞啞地喎。應該咁樣啦。哇！呢、這個噴射器咧，即係1:144嘅時候都係噶啦，好鬼靚啊！啲個造型，如果噴埋油咧，就真係勁。哇！呢把嘢你睇下。幾鬼闊，嗱，度一度佢，最闊呢度51.5cm 啊！哇，即係廿寸多啲，即係癲咗，哇！這個怎麼的，這個這樣，這個就這樣，這個也是跟1:144一樣。哇，大到好彩呢，它又不是很重，好彩那就加上這個，這個如果噴了油呢，那就應該我就不會拍到東西下去了，因為現在味都挺鬆的，都 OK 的，那就這樣堆下去。
要拍埋佢。呢个咧咁样读喺度。哇！喂，砌晒咯，砌晒，卒之都砌晒啦。咁啊，终于就砌好啦。哇！虽然咧，你睇个条片，我砌嘅时候咧，都系咦我咦我咁，但系砌完之后咧，你见到嗰个巨大感，嗰种气势咧，系值嘅，系真系值嘅。咁如果你谂住买嘅话咧，咁就可以睇咗呢条片先啦。当然，咁啊入边有好多要注意嘅事项啊，可以留意一下。因为我中间咧都会有砌错嘅情况出现嘅。咁今次咧，哇，都叫做快噶啦，砌得。咁啊，孭对翼上去之后咧，大家见到咧，啊，佢好嘢喎，佢又唔凹啊，又唔会即系软啊，冇呢个问题喎，企得好直噶喎，即系嗰个俾你扣喺脚板嗰个件咧，其实都冇乜用，相当正，尤其是你摆喺啲当眼嘅地方咧，真系。喂，唔使擺悟空啦，擺一比六十八盒都掂啦。嗱，咁我拍搞完呢個之後咧，咁我可能會先 upload 咗呢條片先啦，跟住先至係正正經經拍一條，即係幫佢扭下、擺下 pose 嘅片啦，玩下佢啦。咁大家記得啦，繼續幫忙訂閱啦，幫忙 share。咁今次咧嚟到呢度。